双子座2023年10月10日。双子座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星座。2023年10月10日对于双子座的人来说，可能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变化的一天。在这一天里，双子座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社交活动和交流机会。他们可能会遇到新朋友，参加派对或社交活动，并与他人分享他们的想法和观点。这一天也可能是双子座思维变得更加敏捷和灵感爆棚的一天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突破性的思考和创意，这有助于他们在工作或学习中取得进展。他们可能会在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并为他们的创意和聪明才智获得认可和赞赏。双子座的人在这一天也需要保持冷静和平衡。由于他们经常有住过多的想法和活动，这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压力和困惑。因此，他们需要有意识的放松和冥想，以保持思绪的清晰和平静。在与他人交流和互动时，双子座需要注意言辞的适度和温和，以避免可能的误会或冲突。他们应该听取他人的意见，并表达尊重和理解。总的来说，2023年10月10日对于双子座的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一天。他们将经历丰富多样的社交和思维活动，并有机会在工作和学习中取得重要的突破。然而，他们也需要保持平衡和冷静，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困惑。人们说，只有经历过苦难，才能懂得生活的滋味。我们为了味道而忍耐。如果您喜欢并订阅，您将有福。